国内疫情出现反弹，许多民众为了增强保护力呢，开始登门排队接种第二剂的新冠疫苗增强剂。是的，MyStar 从今天开始开放，让所有符合资格的民众预约接种第二剂增强剂。MyStar 今天在脸书专页分享了申请第二剂增强剂的教学。那首先，民众需要将 MyStar 手机应用程式更新到最新的2.0.3版本，并且更新个人资料，随后点开疫苗接种页面就可以找到第二剂增强剂的预约链接。那目前第二剂新冠疫情增强剂预约只有辉瑞疫苗这个选项。